华藏世界没有两样，是一不是二，所以华严就是净土。华严不容易修，净土容易观想。念这句佛号，这句佛号里面有净宗，有方等，五乘佛教都去除，不过是持之有恒。持之是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里面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的妙法都在其中，这不过是一样一样修，很难，很不容易。用华严一经，或者用一句佛号，也能够完全包括诸佛世界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大家不要轻视，佛法不可思议。最重要的是对这个世界不能有留恋，有留恋你就离不开，你甩不掉。对这个世界不留恋，一心一意向往极乐世界，跟一心专念没两样，功德也一样。报声